哇，这个是钓鱼小礼物哎，这个是钓鱼的小礼物，哇，很快，钓鱼的小礼物，哇塞，啊，那个钓竿在里面，底下阿爸来的，哇。这是钓鱼的小礼物耶！阿姨，它钓到碗里面哦，等一下要煮鱼哦。我要选红色的。它的嘴巴会打开，按嘛按嘛这样子。现在要把钓竿打开，啊！等一下被咬到手了啊！啊！吃到你的手了！哇，这个很吊哎，可以。玩怎么进去呀？要让它咬到哦。哦。哦，喂，没有钓到。加油！哇，你钓到，要钓到碗里。哇掉下去！要比赛，你们两个比赛开始，看谁钓到鱼。有钓到吗？耶，妈妈也钓到了。吴心怡还没有钓到，哇！你怎么又钓到一只了？